甲午战争，中国惨败于岛国日本，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，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也迅速瓦解。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，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军队的思考，并纷纷提出建议。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采用西方的训练方法编练军队，便决定编练新式陆军取代淮湘旧军，以捍卫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政权。但正是这支新军力量成为后来辛亥革命多次起义中的主力，进而变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。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主体是湖北新军，而湖北新军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。参与逼宫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，这两支新军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。1903年，清政府以推行新政的名义设立练兵处，由奕匡任总理，袁世凯为会办，而后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，各省设督练公所，准备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，每镇包括步、马、炮、工程、辎重等兵种，每镇总人数为12000人，由统制率领。新军的士兵采取募兵制，应募士兵在年龄、体格、文化程度等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，中下级军官多由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重任，也任用一些学习军事的归国留学生，文化素质等方面都比较高、眼界开阔的优秀人才。在这之前，清王朝的军队主要依靠八旗兵和绿营军，八旗兵长期养尊处优，失去了战斗力，绿营军后来也腐朽衰弱下去，士兵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负面、猥琐且丑陋，民间甚至流传着好男儿不当兵的说法。而清政府在创建新军之初就很注重军人的文化素质，识字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提拔。1905年，科举制度被废除后，参军便成为年轻人不错的选择，更多的读书人加入到军队的行列，新军士兵树立了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志气的年轻人形象，集中了当时的一批中国精英。袁世凯训练新军一切按照德国军队的制度进行，教官主要是德国人，规模随之扩大至7000人。1901年起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后，大肆扩充军事实力，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。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唐绍仪、曹锟、张勋、吴佩孚等风云一时的杰出人物皆出自其门下。新军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，早在1898年清廷一次政治风波中就被维新派盯上了。谭嗣同曾经夜访袁世凯，希望袁世凯能够出于大义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，劫持慈禧太后。袁世凯说，我平时训练军队总是教以君臣大义，总是告诉他们皇上和皇太后如何伟大，你谭大人现在让我去命令他们将皇太后抓起来，我这个命令一下达，他们很可能就先将我袁某人给抓了起来。袁世凯的说法证明，当时新军这支军队不属于国家，只忠于皇太后，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。然而忠于朝廷的新军，他们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成为大清王朝的忠诚卫士，反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？清廷设置的军队不属于国家，而属于皇帝，有利于皇上对军队的直接控制，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忠诚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军队如果不属于国家，不在政治上中立，
军队在训练军事的同时，总是进行政治上的灌输，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。向新军不断灌输皇上皇太后如何伟大，如何英明，要忠于皇上，忠于皇太后，但是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门，那就是朝廷可以向新军灌输忠于皇上，忠于皇太后，革命党人就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罪大恶极，是革命的对象。这些新军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，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影响，当他们渐渐发现现实真相后，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。这实际上正是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几年间的真实情形。那时湖北新军中流行一种对国家政治普遍的关心、关爱和忧虑，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官方的宣传总是有点不信任，清廷想方设法总是不能抵消革命党人对新军的宣传，朝廷在新军军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渐渐的失去，而革命党人在确立了运动新军参加革命的目标，就着手对新军进行了高密度的渗透。武昌首义是由湖北新军发动，当时这支新军中军官思想较为先进，普通士兵同样思想开明，这使得湖北新军成为首先支持湖北革命团体的清廷军事力量。武昌当时主要有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组织，在经过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后，截止到辛亥革命前夕，约有10000人的湖北新军中直接加入革命团体的就有2000多人，还有近4000人支持革命。就这样，原本以维护清廷统治为目的建立起来的新军，反而以清王朝掘墓人的身份被载入了史。